欢迎我们今天的活动大使 LEGO 李国毅。LEGO 李国毅拍戏之余特别出席代言活动，乔丹还特别为戏续壶。这次他扮演的角色可是天才外科医师兼饶舌歌手。所以拿手术刀对你来说比较难，还是 rap 比较难？听我继续讲完，然后举起你的双手，可不跟我一起唱？哇，当然是拿手术刀了。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一颗镜头 NG 十几遍以上了，在这一次发生了。一场手术可能剧本里面三五行，可是我们可能会拍十五六个小时。听起来也太费时了吧？那饶舌歌手的部分应该简单很多，有请代言人 LEGO 用 rap 介绍一下代言品吧。哇哦，哇哦。这好像有点难哎，我可以在那个网络上回应你吗？现在很突然，我可能没有办法。好啦，放过你。